这是我们的 Blazer 的护肤品在亚太区首先推出，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亚太区在总部有非常大的影响力，而且也反映了亚太区有很大的需求。Blazer 的护肤品短短的两天之内就全部20,000瓶销售一空，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们是业界的第一家把脂质体引入护肤品的，所以说产生了大量的需求。那今天大家都很热情，看到那个收获满满的笑容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我最喜欢的是全愈保湿喷雾，有化妆没化妆的人都可以用，因为它用上去之后脸色会发亮的，然后那个亮呢是珠光打不出来的。我们可以有说活用保养品的用量，你可以透过用量的改变，比如说今天比较干，我们的用量本来一次，我们可以多增加到两次，就可以让我们的保养品发挥更有感的效果。保养如果只是涂抹外在的，可能效果只做到了70分。现代人因为可能饮食不均衡啊，常常呢气色看起来不太好。那我觉得这个青春饮它就是让我喝了觉得自己的肤况真的有变好。